把那个符拿起。这路上野生的排菜，那下面也有。今天我看见了，正好有一波排菜，把它撒了，其实就是雪里红。这应该是去年买的还是前年买的，忘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种得出来。反正看见了，放那儿也没用了，把它撒了吧。之前那儿正好有点空地，这下面这些都是野生的。这长得像油菜籽儿一样，严肃些都丈夫打了啊。看看这个种子像不像油菜籽，好小好小的。现在又在吃草，那茄子先不敢放它的，因为它最近几天放出去了就不回家了，得出去找，怕它在外面遇到坏人。鹿儿为什么现在吃草？我要消化，等候消化。茄子，喊你不来，你硬要来呀！好热呀，茄子，嗯，洒水。这平时是盖着的，免得掉东西进去。哇，啊，好重啊。哎，啊，哇，这个紫色橄榄真的火的。第一次撒的时候都没生好多，才第二批好像基本上都活了。打算这红菜才长这么大了，这个也得摘的，现在还没摘呢。它不是青云雪菜，还是吃那里面的草，那里面草比较嫩。这还有几朵槐树，野烟儿。嗯，茄子。哦，那是想起水。那回去洗，不洗着水。哦，洗草去。虽然现在没那么干了，但是还是，哦，现在虽然温度没那么高了，但是还是比较干的。好了，我以为它吃阴雪菜，不是熬阴雪菜。这种吃的，啊，
看，遛弯以后喜欢吃这种草，就这种草，茄子特别喜欢吃，给人看还以为他吃银食菜，那是那还种的草。这种草很嫩，刚长出来的它只吃，那种老的它不吃。芝麻也吃这种草，他们是天生的药匠。哎，走，走了，走了，走，啊，走，往前走。拔几根香菜自己吃。我小心那拔起那节，让大的拔起才动到。要捏到它的根拔，不然它就容易断。还有泥巴要潮湿点，太干了也容易断。根才是精华。茄子，等会儿再玩，等会儿。哇，这个不要拔断了，太干了那。香，有没？有。独特的香味，一点虫都不长，你看看。那个香青菜也是不长虫的，因为它们的味道很特殊，这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的。茄子头对那里。对那碗，我那的。走。中间这边大，这头小。这边还这么一点，矮啪啪的。还有这香青菜和萝卜也是一样的，两头的都长得小些，两头都比较干，不够潮湿，所以普遍都长得小，但是中间那一片长得特别茂盛。这个豌豆也长起来了，这一窝有七八根，好细啊！过两天我们可以摘豌豆尖吃了。走回来，我走路都偏向走的。